看这一题。这一题他说哈，这个图了哈，坐标平面上 P 点的坐标是 AB， 那么他问 A 减 B 多少？我们看 A 是多少？一二三四五了 ，A 等于，那 B 呢？一二三，负三，好，负三。那时候我就晓得哈 ，A 减 B 是等于五减掉负三，等于八。所以这一题哈，答案应该要选 A。